叫闪步，也叫闪展步。对方进攻的时候，后腿向外闪展，一定要做到突然一下，叫灵活机动。对方进攻，后腿动，往左走的时候前腿动，往右走是后腿动啊，往左走时候是后腿动，往右走是前腿动，他。这是两种闪步的方式，哎，练这种闪步和后退步，都要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。希望大家呢，在练习当中经常的练习这几种步伐，哎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叭一动，对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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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动，一定要做到干净利索，哎，这样才能在实际当中能运用进去。